家厉害。难怪我看老师有时候很黑人。真的厉害。我们点下去都不行，他是磨来磨去。这个要用力呢，所以这个不容易点。这个不容易，对呀、啊。哎呀，点的都白白的，一干了就白白的。你自己看老师点的时候，也要看这里这边也要动作，所以不是那么简单的。你看老师有，是一直在手一直在转，手在转。啊，他不然不好看呢、啊，你不转试试看呢、啊？功夫好就不要转了、啊，还要练的。功夫好才会转。那个你看那个我们画就画不好，我就这个一直没有。古装剧啊，武侠片的哈、哦。那个男主角从第一集苦打到最后也没有什么功夫啊，那最后一集的话，老师傅出来动动，但是都倒了，就都死掉了，对不对？画画也是一样啊，我们现在功夫还没有那样，所以是他这个哈、哦，老师有用力哈、哦，这样子，我就是这个我学不来。这个叫做这个人家讲的哈、哦，叫做修为啦，修为啦，慢慢修为修啊，嘿啦，哎，功夫真功夫啊，功夫啊，人诶一出手怎么样，人家一看就知道有没有啊，你自己看着。你讲呢，台下一百天，台上五分钟。那笔该硬的时候就硬，该细的时候就细。台上一分钟，台下十年。啊、你没有画过哦，你没有经过那个苦练过，怎么画？我告诉你，这个笔法哈、哦，我开始我真的是一点都不会，看起来好像很简单，一点都不会。我以为老师这样点下去，我点了就不行了。越画越不好点。对，这还这有点，只要是简单的话、哦，简单要求，简单就不是艺术了。不是说不是艺术的。你简单的话，你里面要包含着它的美的形式，还有你的感情，对，那个都要进去。假如说你没有感情进去的时候，你看老师在点的话，不是每一点都是一样的，很多那个画匠在点都是这样。看着老师那个去点都不行，对，这样就不行。你看老师在点的时候很快很慢，都有，那就是要。气运注重气运。老师那个张光斌、哦、也都是用点的。他，张光斌，他现在人家讲的一句话，倚老卖老嘛。97岁。老师只要那个九十几岁的话，能够那样点的话是，哇，九十几岁。看他现场是。九十几岁还点那样，真的是。一直在点。不是九十几岁，可能手啊，可能手不稳呐、啊。对呀、啊。会抖哈。所以那个叫真功夫，以前的一个李成尧的是一样的，我的手就是在抖啊。对啊，所以人家真功夫就是这样啊，还有就是倚老卖老啊，你看那么老了、哦、还可以这样画。我们第二个礼拜是试画的，每个月的第二。啊，现在是第二个礼拜。不是，现在是第一个礼拜。今天是这一期的开始。今天是开始的开始。上个礼拜我去拿呀。前后推一推，这样就比较有力气。这样，老师一改就凸出来的，哎呀，就自然的就比较平了。哎，老师一改就凸出来了。我来讲吼，我要找这老师的时候，我报名报两档袂记住吧。好啊，咱就好运。无啦，哎，即摆迄个放无啊啦。啊，不然就，迄个当时拄好 SARS 的时啦。啊、哦，迄阵拢。SARS 的时当拢无啦，嘿嘿，啊，我较无着安尼啦。诶，即摆讲吼 ，SARS 本土。